没见过的植被。
很听话呀，这些马是不会踢人吗？不会踢。一般来说不会踢，踢就会打。姐，你说今天我们能看到日照是吗？但我们晚上好像不住这。啊，我感觉晚上就一天了。四川马都是那种小矮马。对，好矮。那你们就是自己？就让我们今天白天去骑马。那不是小马驹了，小时候就特别矮的那种小小个，就穿马靴。哦，我之前拍戏都吓死了。有一次，我就是我骑的马和那个别人骑的马打架，他俩看起来了，他互踹他俩，然后在上面骑着给我吓完了。嗯，我跟小七拍这边除了骑马还可以干，我的马在河里面洗澡，突然今天就跪了。水过去吗？天啊！要小心啊！我小心啊！哎，小心啊！啊，快点啊！现在过小溪，小溪你可以的。对对对，我们早上走就可以。快到了，是这地儿吗？差不多到了。可以吗？快到了吗？我们是不是还得爬山呀？水。对啊。哎，那是啥呀？别还得听到，那个叫那个蝴蝶酥。这是大蘑菇，这啥呀？这是对啊，那啥呀？立了一块儿，什么？那个山上的山上石头呗？怎么像个爱心的形状？对，石头太悠哉了吧？好神奇啊！拍得到，哈哈哈。我好接下来上坡路啊，大家扶好啊，家人们小心点啊。上坡的时候先上去。知道知道。我感觉这是我第一次骑马走这么久的路哎。怎么样？以前就拍戏只会走一段。对，只会走一段。还缺了，什么小心马？啊？这么屁股不被疼死？明天大腿全破了。哇哦，上坡路喽！小心加油！比走的强，知道比腿儿强。我还以为会很颠儿，结果还挺稳的，还从马上飞了。哎呀，他这把马就惨了。呀，他把刚刚拉的全，不，刚刚吃的鹅丸拉了。还好吗？可以吗？是那个黄花。好臭啊！哎。屁股，往这味儿，哎呦，眼睛怎么往悬崖那样子？对，哎呦，他们说以前，就是会用马上那样，对，当然了，现在还会打他那个，好走，咱就说累了啊，马他体力不行了，娇生惯养，拉的挺长的了，嗯，更长。嗯，哎，那有一只小狗哎，这是下吗？还是怎么着？这是下吗？我是狗啊。那我，我看不见。到了，柴犬吧，那个。还有只狗哎。我们是从这下是吧？我卡住了。在下吗？别，谢谢。好，谢谢你啊。那你是？你太棒了。我走过去，他会踹我一脚吗？不会吧。哦，那我们就从那儿进。你这个是在拍照还是在录像？这是记录吧。哦，给你们记录生活。来，开心吗？开心。上马。耶。需要扶吗？扶下马，扶我吧。不用。谢谢。你给我转点钱，我可以帮你。那个，可以帮我，我帮你。你要抢我活儿，这里。太好玩了。慢点，我就很怕大马屎。后边拉一头绿，我就吓死抢生意。你先走，你先走。我也爱抢生意。行，哎，小心真乖。还有一个朋友，我去。哇，第一次骑马小心点啊！怎么样？很不一样。这马还烫个小心点啊！不是，自己骑的，没敢烫。行，谢谢你们啊！谢谢，这马。所以肖哥去哪里了？我们来吧，泡泡妈去吧。我说实话，我下了个马有点喘。我有柴犬。天哪！哎呀，好可爱呀！小巴达，嗯，哎，这是什么颜色？哎，这好好看，蓝色的，有毒吗？哇，就感觉像有毒哎！不是，感觉像有毒，太丑了，应该。小狗，好可爱啊！过来，是不是把电话？哎，他过来了，过来。嘿嘿，你好。哎。哎呀，行。
过啊，你看，哎，好湿。哎呀，好可爱呀！肯定是草丛里面有水。被拔舔了。哈喽，过来。你好。哎呦，我上厕所去了。哎呦，嘚瑟，咱们下一名。可会嘚瑟。小燕，你好。我姓唐，叫我小唐就行。你好，唐哥。哎，这边是我们观看日照金山的一个最佳位置，你们是来观看日照金山的吗？对。哎，好嘞，那你们跟我过来一下，这边有个最佳位置。好。那这个位置，那今天这个条件能看到日照金山吗？今天估计有点悬，日照金山一般是在春天和冬天的时候。不行，我们今天必须要看到。快，后期合成一个。后期合成一个。没事，怎么称呼呀？叫我小唐先生。唐先生好。哎，好嘞，你好。然后咱们这边是四姑娘雪山啊，因为今天现在是夏天嘛，然后乌云的一个情况，大概咱们的日照金山是在春天和冬天的时候。然后咱们这边是四姑娘雪山嘛，然后其实是从藏文四姑拉音译过来的，所以大家猜一下哪一座是妖媚峰呢？窑门就是那个长得最漂亮的，窑门长得最好看。窑门这个吧，就这个藏在山那个云里的那个。对，就是在咱们最左边，藏在云里边最高的一个雪山，那就是妖媚的。对，妖媚。然后一般在日照金山的时候，妖媚峰是最后那个金光褪去的一座峰，也是海拔最高的一座峰。好想看，看得被迷得不行了，真的想看。我们能看到吗？电话，其实咱们前几天就有日照金山，我给大家看一下。别气我们了，我受不了这种刺激。看到没有？好漂亮！这就是咱们站在这边，我受不了这种刺激。观看四姑娘山日照金山最佳的位置，受不了一点。真的，到时候我传给你。但我们今天应该看不到，看不到。我的肖哥呢？但说不定。肖哥是打电话了，安排那个云让他起来。天特别的。肖哥是不是上四姑娘山上去那个？给我们把雾拨开啊！好的，上去再上去。哇，这个是土豆。这是你给我们准备的吃的吗？这是咱们在准备一个烧烤的一个食材，然后这边有土豆，刚好大家可以尝一下，这是咱们本地的高原土豆。真的吗？对，刚给我们烤好的。太贴心。我们对提前就准备好的一个高原土豆，然后一般我们会招待客人，让客人先垫垫肚子。可以。所以今天是准备吃烧烤还是吃汤锅呢？烧烤汤锅中午吃了。明白，好的。那各位先就坐，然后谁跟我去拿下食材呢？我去吧，我是东北人，对，加油，这边有蘸料，然后大家可以蘸着蘸料。好，哥哥今天主打个摆烂，靠你了，弟弟。这边请。我看不见，哎呦喂。吃麻的狗。好吃吗？昨天其实酒店有。咱们的小员工。但是谁的包？好喜欢的。放在这上，怎么样？刚才骑马，我感觉跟福建马有什么区别？太不一样了，温柔，很温柔。福建马可太欺负人了啊！我是被福建马欺负最惨的一个。是吗？对。哎，那你是学过骑马吗？不是。不是因为横店吧，是看人下下眼。这女人呢？是的，就一坐上去，知道你不会骑马就开始气。是的，他们特别有脾气。我之前就是也有，也是在四川那边拍戏，然后因为我那会儿不会骑马，然后他这边马好像比较硬，然后就摔下来了。四川的马吗？对，就是也感觉四川会温柔一点。甘肃县那边。我跟他拍以前的时候，他那会儿不会骑。骑马，他不吃。然后那个马带着他躺在泥地里面打滚，然后你跑滑雪，在旁边使劲的鼓掌，太开心了。有点喘。哎，高反了。来，我刚刚真童言语的话。哇哦，站在那。哇哦，看见没？这是咱们的一个今天的一个烤串食材。这么丰盛。得先放在这边。这是什么牛肉啊？这边是咱们的一个高原牦牛肉，哇，牦牛肉烤串，然后这边是咱们的炉子，然后和调料，这大家可以 DIY 自己做一下烤串。可以，没问题。所以今天谁烤呀？行。哎，那老肖不要了吧？肖哥呢？肖哥不知道。其实他也不重要，就不要他了。我们赶紧吃吧，吃完赶紧走啊。行，不走。我们看完绕金山就别约他了。可以。好，你说的。师傅，我觉得这山里的风还挺凉的，咱能不能把车里面的温度调高一点？你好，小月。温度调到25度。现在的温度合适吗？
合适，谢谢小月。哎，那咱们这个车都是可以语音操控的吗？是的，都可以语音操控的，并且咱们这个威兰达有智能互联系统，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提前的调节车内的气温。我觉得这个在夏天特别方便，因为我们在夏天有的时候上车的时候车内的温度就很高，我觉得有这个的话，智能的可以操控车里面的温度，提前可以把空调打开。嗯，是的。哎，对了，咱们这个目的地的路况我也不太熟，刚好咱们威兰达有手机投屏这个黑科技，要不试试用您的手机把导航投屏到车机上。手机投屏啊？那就是我的手机的导航可以投屏到你的控制面板上。对，是吗？试一下，我这儿显示的是汽车导航启动中，是这样吗？对，看到了。所以就导上去了？导上去了。威兰达这款车除了语音操控，它还可以手机投屏，就挺智能的。而且其实我坐在后排吧，我觉得空间还挺宽敞的，因为像我1.85米的个子，我在后排我就完全可以选一个自己最放肆最舒服最惬意的姿势，我都不觉得拥挤，开起来在路上也很舒服，然后也挺平稳的。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个全景天窗，所以这款车我个人觉得还挺适合带着朋友啊家人啊一起出去叫周边玩一玩啊，挺方便。嗯，是的，而且威兰达它的四驱动力强劲，无论是雨天走路还是走一些湿滑的泥路都能平稳的通过。最重要是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遇到紧急的情况能够保护全车人员的安全。对，有的时候安全也是第一位的。是的。嗯，所以您看坐着这样的威兰达出行是不是既省心又安心呢？舒服。好可爱啊。四川其实俩，一个看大熊猫，一看绿岛青山。太舒服了。好的，谢谢。好可爱啊。等肖哥来了就是吃饱了。嗯，对对。想吃什么梨吗？苹果，嗯，我就没停，坐下来有，嗯，咱这次吃多时间到？哎，真的，他去哪儿了？啊？嗯，他给我们准备吃海鲜啊。拜拜。来吧，开烤吧。你们俩吃啥肉啊？你干啥去啊？这烤肉啊。对不起。因为我说。多久了，大哥？你干啥去？哦，换班。换班。哎哎哎！要帮忙吗？不用不用，放心吧。嗯。我也就客气。来吧。行，我帮你。也没啥，其实吸着也没啥要帮，因为这火其实巨慢。嗯，它其实就是比较慢。感觉他在找地方是干什么？没有，他就是跑来跑去玩。嗯嗯，他是找吃来。他叫啥呀？知道他叫啥吗？他叫哈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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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呀、啊！他想吃。对，他像个小猫。哦，反正它像个表情包。我最喜欢吃这个，这啥呀？是吗？麻栗。李子。嗯。这个有点像麻酸。李子。麻栗。嗯。好。嗯。刚吃的那个好酸啊。酸酸甜甜，我就喜欢吃。肖哥呢？他不会给我们准备什么惊喜吧？惊吓。阿弟。哇，这个真的好吃。嗯。看不上我苹果，咋了？吃哈气，好吃，酸甜适中。这个来嘛，哈气，他不吃。这什么呀？他是不是要吃肉？哈气哈气，他不吃土豆，我刚刚喂他了。他要吃肉。肖哥人，这玩意儿叫啥？小苹果。小苹果，嗯、我们在管叫小苹果。我的天！要版权差不多了，太严格了吧？差不多了。最近走什么音乐啊？最近不知道嘞，
只知道那个什么挖呀挖呀挖。那也没办法了。嗯，这是什么？不咋看。这是什么？最近火的音乐有什么？爱如火。啊不，那是很难上，很难之前之前的了。嗯，真不太知道。感觉可以翻个面。翻不了，罢了吧。嗯。雨琦，别光顾着吃了，输出点有内容的东西吧，好不好？我吃饱了我就输出。好，是帮你整理 Q 啊。好。有点饿，咱们开始烧东西啊。你是不是对烧烤这一件事情非常擅长？对。为什么？就是从小烧到大。从小烧到大。怎么开摊儿了？不是，这个有点奇怪，这句话就是从小烤到大。对，从小就是烤肉。对，因为我们老家，比如说，嗯，我的记忆里啊，比如说可能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嗯，就是我爸，就我们家有小院子，我们家就会自己支一个那种铁笼子，然后开始烤，自己烤。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也会烤一烤。东北烧烤是吗？对，我们东北烧烤就是那种，就是有烤串，其实，但那东北烧烤跟我们吃的平时烧烤有什么不一样？最大也不一样是吗？嗯，香。也不是，其实料不料，味的料不一样。对，我们是料其实也差不太多，但我们吃的是一个氛围。我们主要是在户外吃，对，主要是就是好不好吃不重要，咱就是一个氛围，就是一个氛围。对，因为长，对，就长了三高过就开始烤。但是你像肖哥有那个，这水是可以喝的吧？他是那个西北的，他吃烤串也很牛。哦，西北好吃。等他来了，你们俩 PK 我俩的。嗯。就是给我们做饭吃吧。嗯，我特别擅长一样，就吃。行。我也擅长。我也是。擅长吃。你们俩不。我不太擅长吃，我来擅长做。我特别擅长依赖别人，依靠别人。我们就擅长懒。我们开始直接躺平是吧？不是摆烂吗？不是，我是觉得你弟弟对吧？你我不能抢了你的活儿。你就我为了让你有一些镜头，我真的煞费苦心。谢谢你们。大家都是。粉丝都希望你多展示一下。嗯，等一下，哈气。那我得等肖哥来再展示，我俩匹配。哈气。那我们现在玩点啥呢？嗯，玩点游戏呗。玩游戏呗。嗯，玩什么？玩什么？您平时会玩什么游戏啊，年轻人？你这一问，问住我了。我打金铲子。什么？金铲子。金铲铲是吗？老会玩了。金铲。金铲。哦，你也是吗？往死里玩。我也是，那是什么？玩来了，玩了，现在能玩了。那个玩吗？现在能玩点能玩了。看你平时玩什么游戏？玩 CS:GO。你也沉默了是吧？我刚刚也沉默了。CS:GO。CS:GO。别说，现在年轻人都玩。现在能玩了。哦，现在能玩了。现在能玩了。文字游戏什么？文字游戏。打文字。词语接龙。好了。怎么样？唱歌吧，唱个歌，就比如说歌里带什么？哦，对。他自己都有版权。唱歌。老师不能参与半点。嗯，主打一个氛围嘛，压住，起风了。往下压一压，不然它蹭上了。有 ，OK， 真的就会烤焦了。嗯，不是说烤埋汰了这东西。看来您真的是
经常吃烧烤的。那我就肯定了。就从来就玩这个吧，自己煎熬。你好，生活我都会，我跟你讲。你好好，烧烤好，好我今天不是成语接龙吗？啊，玩成语接龙。暑期还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就是很实在，我觉得我可能。哇塞，回来喽！走啊！所以今天晚上住这儿吗？对，空中茶，喝口。可以喝这个，喝这个。嗯，张，没想到你是第一个。你行不行？什么呀？好多帅哥美女，好，你知道整段垮掉就是因为你吗？对啊，在干嘛？你不在，我们都没有聊的。全世界都在等你。沿途的风景太美。你拍戏耍大牌就算了，怎么来这还耍大牌的？那该怼死是吧？太坏了。你干嘛了？什么意思？你干嘛去了？迷路了。迷路了。迷路了。对，你游泳过来了。你这掉一根，没事，那么地吧。你干嘛去了？这个可好吃。夹不紧啊。你干嘛去了？我你们都开始了，你这是好下了。你先说你干嘛去了？你为什么这么晚啊？对啊，真的迷路了，所以我兜了好大一圈。真的。你不会有什么环节吧？骑马来的。你们骑马来的。我们骑马来的。对啊，我们骑马来的。我特别想看你们骑马了。你又给我们准备惊喜？哎呀，都说不用了。有一包的惊喜呢。啥东西啊？都是中带礼物了，没事了。来吧，今天你是大厨吗？不是，我们刚想好了啊，因为你不是那个西北的吗？嗯，就你最为民服务嘛，所以你就，要不你今天就是你来一个跟那个家园两个人匹配一下好不好？烧烤，西北有，西北有，哎，西北 VS 东北，他来了，西北 VS 东北，我们有来自南方的。有来自江浙一带的，有来自四川本地的，嗯，江浙来自江浙沪的，然后就是来自安徽，全国各地的那个口味，好，我们是评审团，好，你俩就负责烧烤，要延续那个风格，我们看一下你们的风格。我在这发现了一个我特别害怕的东西，什么？你能帮我解决一下吗？什么？嗯，啥呀？蜘蛛啊？哪有？啊，哪里有蜘蛛？看到了，好大一只哦！这个是豆芽，这幽灵猪吗？我尝这多半吃不了了。不是，能吃能吃，这幽灵猪吃虫子的，好，这益虫。那你吃啊，来，我不要，来，肖哥先吃个土豆呗，这土豆老好吃。这是你烤的，好了，他去走了，他正在四川。就这样吧，属于我们的夏天那个烧烤大赛。嗯，战胜。那你干嘛呀？我们负责起哄啊。起哄，我们负责吃，我们负责在这里逢七过，然后看那个周老师就是玩游戏，我俩烧烤是吧？来，我尝一口土豆就陪你啊，没事，哥，我在这边烤完了，因为这边火力它就集中在这里，那边能不能也来点炭啊？其实你应该有个惩罚的，因为你来太晚了，你给我们唱跳一段呗。我跟你们准备礼物去了，真的？什么？哎，说到礼物，我也准备了礼物。说到礼物，我也准备礼物，我给大家准备了蚊香。但好像不是这个环节是吧？为什么？既然已经到这个趴了，咱们就是拿出来吧，拿出来，坦诚相待吧。嗯，可是我只有真心一个，没有礼物。可以，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吧，因为我觉得这样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综艺节目都得给嘉宾。我看看你这东北的烤串怎么样？综艺节目真的，我上个节目还得给大把扇子。我要送什么比较合适？东北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我感觉没啥区别。来，你看人家烟火性出来了啊，你这边已经输了啊。我西北大哥，你给自己取个外号吧。你过来帮我吹，就是旁边拿个扇子。你给自己取个外号吧。你是什么？这火不行啊，西北火不太行，真不太行。我感觉好香，西北的了。西北就是这个烤串，我已经不行了。我最爱吃的烧烤就是。来，你来东北了。牛油，给自己取个外号。哦，我也是。芭比 Q 之王，芭比每次去到云南。对，长沙，那咱们就是西北烧烤之王，我都上百串的店，我就一个人就在那边。BBQ 之王，BBQ 之王，每次吃完我都那个。这个第二天哇，第二天不舒服。好得弓着腰烧。叫 BBQ， 来，那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对吗？你要我大杀手不？好嘞。这是什么肉啊？就蚝牛肉。哎呦，蚝牛，这什么东西？牦牛肉。你看看人家，你看人家这个可以转的，哎呀，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看就这个手法一样吗？你们专业烤串的话不一样，专业。你们啥样的？我们，我觉得用感情注入它，确实，
对吧？哦，手不调不调就是一个纯爱心。哎，你们烧烤都穿这么多吗？不然呢？我看别人烧烤都是露膀子的。节目播不了，在这里露膀子都要冻死。啊，那个，要不你们讲讲你们各地，就你们西北烧烤最主要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最主要的那个，我们这边烧烤基本上就是不会放酱。啊，不放酱，不放酱，原汁原味。啊，我们原汁原味，我们就是要用，比如说用油啊，用酱油啊，其实还有蒜汁啊，要调味，就是你们去调一些，我也没，然后撒孜然啊、辣面啊，调和油来逼出它的原味儿。对对对，都是吃的就是很好吃，但我们新鲜的东西，技术行，那就我觉得只要是烧烤，你呢？都挺好吃，全靠佐料，对，全靠佐料，佐料也是靠技术的。行，我看你这自己做一半了，对啊，嗯。西街炸串好吃，最后拌面啥都吃的好吃。那你们要不都一块烤一样东西？你是说，让我们一起才能有一个比较？炸豆皮，我这边火，不是，我觉得像。哥，来我这边吧，我差不多了。没事，我那个加工一下。那个唐先生，我很喜欢吃他们家豆皮。唐先生，你吃过炸串呢？他好像是也是新开的，因为横店小。那吃辣吗？唐先生，给我们加点那个炭。但不要太辣，可以吗？好啊，加点糖。我要特别辣，变态辣。好的，稍等。没有那么多辣料。我开玩笑。我想要一点辣，再加点蜂蜜，再有一点那个咖喱味儿，然后再少一点油，然后少盐。你自己来吧。是多了吗？广东人对吃的就是要求不一样了。你应该去给我们熬汤。嗯。体现一下。你很会说啊。嗯，哎，真的，对吧？你既然都来到，我们都来到四川了，你也不给我们整点？录音应该给我们整川菜麻辣。哥，你来我这儿吧。我们现在不允许啊，关键是，我刚才问了。啊，是你真想做？三，我不想。好的。啊，我以为很特别认真。好了，张家园这边已经就是。哥，你来我这吧，我这火力旺的。没熟吧？哎，你熟了那么快？感觉好像是真的吧？我干，我干，你都烤了，怎么能让你们辛苦呢？我们啥也没干呢，这不就好了？真的好了。这是真的熟的，快给大家看一下。熟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哇，大家好，这啥呀？上一盆火，现在比较冷，因为高原早晚天气挺冷。你真的有两把刷子，这么快？那个是火的问题。所以这真的好了吗？行了，我单方面宣布。哎，你先吃，你先吃。嗯，他这个已经等他已经烤熟，我们就已经到什么时候了？是加一点。没事，肖哥，我们吃了啊。吃了，我们先尝尝。我们尝尝来这个以佐料取胜的。嗯，东北 BBQ 之王啊。不错哎，这是黄牛肉吗？很好吃。哎，挺好吃，专业的吧？真好吃，是吧？真好吃。哎哎哎，这柴火把我的眼泪熏出来。我有秘诀的，好香啊！这两块足够了。哎呀，有两下子。果然平时在家烤。啊，好好吃！哎呦哎呦，肉特别鲜嫩，咬下去还有那个爆出那个汁儿。你是甜椒，蘸墨根香，甜椒也好好吃。那个是我拌的料，红的。那个秘制甜椒是秘制料，好吃的。嗯，那哥，这是我拌的料，香油吗？香油在这。好吃好吃，这是那个清油在哪儿啊？清油，我应该都牛肉吧？鸡肉吧？这个有我的香油吗？小笼包之类的。大酱。你要不然是可以放那个下面的。哇，这个也好好吃。这是鸡肉吗？弟弟，你可以啊。那必须的呀，我这是有独家秘方的。对呀。哎呦呀，这好了，你就应该去烧烤。你就，那我不当一周去烧烤，该烧烤去呗。嗯。但我这个酱料其实可以公布，就是这个好呛，哎。嗯，这柴火。哇，这个好香啊。嗯。又甜。哥，你把那个柴火撤一下吧，太呛眼睛了。辣眼睛的，唐老师，唐老师，这个真不行，唐老师，别，哎，你别那个拿手，我来，你要专业的人来，哥，你让专业的来，他有手套，我有手套，嗯，我给你 ，OK， 我放这边，哎，你要不，你知道我刚才顶了一下，看一下风向，不是，我在旁边，侧边，你放侧面，好嘞，这边，谢谢啊，看 ，OK， 嗯，那可以，啊，他这是这么烤法，嗯，哎，他跟你的烤法不一样，他不拿那个夹着呀。嗯，夹的方便。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太好吃了。肖哥像我们四川的烤，这好好吃。嗯，但我又说不出来是啥，好不好？鸡肉版，后儿那个没了，老香了。鸡肉，这我不是。你们还吃吗？我再烤点去。嗯，可以烤这个，烤这个是吧？是啥？嗯，我烤点蔬菜。你就别说话了，你就烤吧。啥意思？这什么肉？好好吃啊！
空碗。空碗，你烤好了？没有，我需要一点酱油。老师不啊，哥，哥，空碗吧，这样，嗯，空碗，然后那个酱油，然后再来点油，油那个、酱油，只有油，空碗就行。空碗，空碗油，就甜椒，马上的，嗯，特别的新鲜，嗯，而且还有很多汁，甜甜甜，真的，搭配这个牛肉，你尝一口呗。我跟你说，弟弟真的就应该去烧烤，你，真的。我觉得你会赚大。虾谁吃啊？哎，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这鸡翅、啊，而且你烤啥，哥哥都全吃完，好吗？这鸡翅是不能放料的，嗯，纯烤，嗯，纯烤，嗯，好吃，好吃。哦，但这个时候真的应该配一点酸菜牛肉干。不能动，他说。刚说不能动，不能喝。那不行，我必须要喝。哎呦，我可以只可以吃烧烤，说真的得稍微再放一点点盐，冰块，嗯，多放一点。我没放盐这里。啊，没放是吧？对，有点淡，有点淡是吧？啊，你重口啊？嗯，对呀、啊，你哪你哪人、啊？哇，这个感觉也不错，这个感觉就是，这是牦牛肉吗？对，好像是牦牛肉。那我们刚吃的是啥？弟弟烤的也是牦牛肉，都是牦牛肉、哦，分不同的地方吧。这香菇咋办？这个感觉不错。香菇谁吃啊？这香菇 刚大蜘蛛爬了一下。哎，没事，无所谓，那边烤一下就好。那是比咱都干净。你放的是啥酱啊？是这样，没放酱。那你刚这个是油吗？烤了吗？对，高温香菇。不是不是。放边上就，这个也挺帅啊！不会烧到吗？这个看是技术啊。对，烤这个吧。这是烧肉，这组长一个拍，就主要是拍这个。拍它，拍它，它的吸收。嗯。又拍，我是刷，又会有弹性。这是我的秘制酱料。哇，这是里面加好厉害啊！蒜汁吗？蒜没有蒜汁，蒜大酱。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竹签子吧，嗯，容易断。对，应该用铁签。对，应该是铁签子切会好一些。一手一只，这手青椒，这是红椒，看他们两边是完全不是一个派系派系的。嗯，这个你看主打一个悠闲，这个主打一个忙碌。你不要把肉全拍碎了吧？我就说拍的挺碎，把这个肉给它拍、嗯、拍晕。嗯，醒醒啊！对，醒醒肉。哇。可以，哎，眼睛，哎，你，我们就这样在旁边看着好吗？我用感情在，就是注入它。不行了，这竹签子一下就化了，你看。嗯、对，竹签子容易化。有人想喝知意三得利乌龙茶吗？喝呀，刚就在喝了。那我自己干了啊。嗯嗯，好痒。这竹签容易化。今天真的很开心，你们吃烧烤，咱们用新口味的三得利芝露。哎呀，让他说完他写。Again， 今天真的很开心，咱们用新口味的三得利芝意乌龙茶碰一个吧，好不好？好，一起碰一个。我们来配合你一下。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可以顺顺利利，在清新之香的乌龙茶陪伴下，共度这个属于我们的夏天。嗯，好吧。好。干杯，干杯，来吧，正题、哎，干一个，干一个，干了呀，干了，哎，没有，就随意，吃的开心，玩的开心，哈，嗯，好好，哎呀，我这火真的好弱，开心开心，我这火太强，你们烧烤一定要点的是啥？嗯，土豆片，好吃吗？牛油，牛油，皮牛油，好吃吗？你要辣一点吗？不要。辣点好不好？这辣点，这个其实可以加盐巴吗？可以啊。Oh, 我刚刚看到蒜了， oh. 我想要蒜。蒜好，点睛之笔。来了，好了。可以刷酱油。好，谢谢你哈。好的，好。来吧，来，我们来尝尝。哇，这个是来自西北，嗯，烧烤之王的，嗯，你看啊，这个主打是一个，你看这个水，你这烤的是什么？滴水的，鸡肉，来尝尝。就刚我谢谢，这个是红油味的那个，你自己尝。我感觉这个特别像。来，给你对手尝一个。不像啊，不行，好品一下啊。没有，哎，味道完全不一样，好吃好吃。嗯，要不要西北的味道是吧？真的有西北的味道。有没有到西北？有那个清真，去清真的地方点的，好好吃啊。嗯，赞美吧。嗯，行不行？怎么样？真的好神奇，你们俩。你们俩不一样，他们俩材料是一样，但做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哎，为什么呀？这么好笑吗？不要。真的很离谱，哎吧，好好吃，就真的有西北味儿，是不是感觉是在清真店里点的？对，真的很好吃，好香啊，嗯，可以啊，可以啊，好香，太可以了，太可以了，再来一个，再来，嗯，这太好吃了，嗯，非常，
要不给哥哥哥？天，难分伯仲啊，怎么办？投票各有各的特色。哎，是的，这动作呢？一人再来一个，弟弟再来一个。哎，我吃，我还没吃完呢。好嫩，它那个会干一点。怎么说呢？它的这个偏嫩一点，很嫩很嫩，特别嫩。弟弟是焦香。是不是他拍的多吗？对，他应该是拍的。啊，这个是一看就是凉了，就他的那个熟度是刚刚好的，估计还有点生。但弟弟那个是焦香的、脆的。是的。你要加点盐是吧？我有点咸啊。我操！我操！而且他们派是拿刷子，一个直接拿手上，你看这个人的手，全是红的。对，给你拿张纸吧。他现在擦了一会儿还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会儿擦，我再烤一会儿。他还得，你们稍微擦一下，我看不下去。我一会儿还得擦一下，稍微擦一下。我感觉我都吃饱了，我也吃饱了。是不是就好香？真的好吃。我们那边羊肉串都这样。我喜欢都是来回刷。哎呦，会放很多那种。所以今天是看不到肉串的，看不到。必须能酱到，还没到点儿。我好喜欢吃西北串，我也是。我特别爱吃。我的这一乌龙呢？这儿。这肉啊，签子有点化，这签子化了，没事，但也能吃。老板，整有筷子吧？有的，给我们整点筷子的，谢谢。我刚刚以为是高反，麻烦你。我估计我是饿了，我吃饱了以后我脑袋不疼。哎，妈，吃点东西高反吧？不能饿着。哦，你也好了，那不让我们歇，哇天，来干。天哪，天哪，天哪，这真的很好吃，就这，这鸡翅不太行啊，总感觉这个像虫子，有点嘎巴黑。哎呦我妈！我跟你说，鸡翅就是要糊，你要拿这个在它中间按，铲两刀，它是这样进去的，就熟的快，不能这样干，难烤完全焦。弄拿鸡翅烤，不，鸡翅其实应该放边上，慢慢烤。没有，主要也没有刀啊，哪那么地方？你拿这个，拿这个划呗。然后要一戳就划。鸡腿肉，那怎么划吧？鸡皮、猪皮什么的？不是，哎，这是面筋啊！哦，不是，这是鸡肉。怎么可能是面筋啊？谢谢。这到底怎么样？这个像是猪油吧？不是，是它下面是，上面是猪颈肉。哦，是不是？我一说，是有点像。猪颈肉，肖哥，我可以放下这个。肖哥，没有谁烤，放下吧。愿意尝尝人家做的呗？有什么可以借鉴一下？太好吃了。我怎么感觉我饱了呢？你俩烤的是一个东西？我感觉我没吃，是一个吗？不是一个吧？好像是一个。我给你尝这个，其实这个很香。人家这口确实是偏焦一点，你是拿筷子那个。老板，拿这个竹签嘛，拿竹签嘛。这很香，这是你自己自创的拍法吗？就纯牛肉吗？因为我想把油拍上去，让它就上来，这样会香点吗？对啊，就像炙烤，它很快的火，有点焦，对，它里面会有点焦，不过没事。开心吧，不东北的最经典的了，快，很慢。小馒头，但没有蒜蓉辣酱。你像吃那个串儿，你记不记得？哦，一打火一把，大家上筷子来了。对一下，这什么呀？然后这边我们大营寺给大家准备了一锅汤，是咱们这边的松茸炖鸡汤。哎呀，太棒了！对，给大家说啥来啥。不会是你偷偷去准备的吧？别说出来嘛，我想大家默为大家默默付出一下。好了，这热度蹭的。我们自己来，谢谢你了。我给你放这边，哎，你们的筷子。哦，谢谢，我来放下筷子吧。行，哎呦妈，行，这边有筷架，我来。好嘞。哦，这一锅汤，这是啥？很地道你。松茸炖鸡。哇哦！天哪！老板有米吗？我来。米饭有吗？米饭我帮您去盛一点。哦，我要一碗。哎，好。你们要吃吗？不吃了。我要米，谢谢。你要生米，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得有大米。哇，这也太补了。来给，谢谢。来，谢谢。你们烤的差不多了，过来喝汤呗。行，来喝点。这个汤很好哎，应该。来放错。给他拿过去。把芝麻当鸡精了。好像没手吧？先给他，先别给他们俩盛吧，要不然凉了。对，我这么手感不对。就放成啥了？不怕鸡精当芝麻了？就是，这边再放，这是要的，就放这吧。要拿起吃，那就看吃。牙签哦，它骨头不能吃鸡骨头，这咋不能吃了？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了。
鸡骨会卡到，会卡到，不能吃。哦呦，有内脏。哎呀，内脏，内脏可以。你要吗？我要。天哪，难这碗。我喜欢吃内脏。嗯，来，这碗给你。谢谢。哦呦，慢点。感谢。他真的精力好旺盛，在这跑好久了。我这一碗全是内脏。我觉得刚刚烤的那个肉里面肯定是有羊肉的。没有羊肉。没有吗？嗯。为什么我吃出了羊肉啊？你不吃羊肉吗？还好，成都这边的就是膻味会比较轻一点。啊、是。哦、嗯。这个内脏好吃。来看看你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哎呀。来吧。你们要不烤的差不多了，啊、过来喝个汤呗。天哪，我们这真的太享福了。我在秘制烤面筋。烤面筋。来。就是来自西北的，就别烤了吧，吃吧，歇会儿吧，歇会儿。烤面筋马上好，嗯，歇会儿。我都吃了，吃吧。主要那个烧烤香太矮了，太难受了，腰酸了。大家，你先整理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他们弄的松茸鸡汤。我们来吧，没事，我来吧。烤面筋好得快，哇，好清淡，应该是你喜欢的。对，这应该算是我可能喝的比这个还清淡。我们广东人喝汤都不加盐。那个。唐老板，能给我们再拿个碗吗？哎，行。弟弟，你烤完过来吃点呗。好嘞，马上来啊！两分钟，这都好。行，那哥先喝了啊，先喝为敬。还差一个碗是吧？对，还差一个碗。好嘞，我不用米了，谢谢。那个唐先生，你可以安排那个洗澡精神出来了。嗯，比较轻。我们吃饱了，喝了就开始。行，我给四姑娘先说一声。嗯，赶紧给打个电话吧。好嘞。金光，这个汤好不错。这金光是出不来，你看云已经把山都挡住。山也挺好看的，其实有碗哈，有不行吧？还有一个，很遗憾，真的好不容易来这么远，下次再来吗？但说实话，要不是节目，我感觉我可能，短时间都不会来这种地方。为什么不喜欢吗？为什么？不是不喜欢，就是，如果平时空的话，可能会去周边，我不会说跑山里面。对，跑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哦，我就喜欢跑，人烟越稀少的地方，我越喜欢跑。弟弟啊，哎，咋了？哥哥帮个忙吧。没事，帮我搬两下就行。行，我没考过啊。你说他为什么突然尖叫了一下？对呀，突然一下。不知道。来吧，曾正熙，跟你考一个辣椒。你能不能给我们表演一个？行，我给他。哎呀，你算了吧。要么歇一歇。哎，好呢，你放着没放？不行，没事。还差一个碗是吧？对。我就来捣乱的。对，还差一个，他没。弟弟，你烤的差不多了，过来喝汤吧。好。你知道我越帮他越忙，我觉得。是的，我也觉得你坐着，要么歇会儿。帮倒忙了，弟弟可能内心是你还是坐着。你应该给弟弟喂一个葡萄什么的。啊。行，差不多。行。好面筋，快做！瞬间，熟了，肯定熟了。你要不要？赶紧休息，先喝个汤吧。你先喝个汤，那给你有了。给，把手擦了。等一下。可以。那就行。这把油撇开。不是，烤面筋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要尝试一下好不好吃。它是我的一个试验。来嘛，你们俩互相品尝一下对方做的，我品尝一下我的烤面筋。不行，我这波有点咸了，我觉得。啊？是吗？我尝尝。没毛病，来，好吃哈，没毛病，好吃。没熟吗？那你们可以尝一下料，那没熟还行，不算没熟。你先坐下来喝汤吧，没熟是吧？我过去帮你。这有勺，还行其实。我觉得不咸，不咸吗？给弟弟，等我口味重啊，还差点味儿。啊，你过来喝汤，过来。好，不咸，香吗？这够呛的。哎呀，累够呛的。给，哦，咸。这个给你放这儿啊。咸吗？给我哥哥，谢谢啊。烤面筋咸？是烤面筋吗？羊肉。哦，是咸，是吧？这是羊肉。它一块咸一块不咸。这是羊肉吗？就是手法还不够均匀。应该是羊肉，但是它的味道。这是牛肉。但我感觉有羊肉味，有，反正有一次是有羊肉。放孜然了。孜然会有点羊肉味，是不是？有点味。有点。这个是吧？我看，有点咸。但很嫩，你挺咸，是吧？盐放多了，好像多放了一次，多放了一回，多放了一回。这个差不多，这个差不多，老哥，没烤呢，差不多了。来，我尝尝你这个，熟了吗？这个，我这个没熟，但是你可以尝一下，尝一下味儿吧。熟了，熟了吗？没有，它里面还有点没熟。
熟了吧？拿过来吧，可以了，这个我觉得可以啊，啊，刚刚好。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是我们老家的那种的咸的面筋。你们老家的烤面筋？对，我们老家的，我们可以分着吃。嗯，一串吃不完，特色的，分一点。对，很特色这个，但是我们没有很特色，因为它没有进到里面去，其实它还差点料。因为我们那边他们在东北是说涮着得进进去，对，得进进到哪？蘸料，蘸到那个，对，蘸到那个料。我们只是配了一个料是刷上去的，但不是进上去的。如何？没有味道啊，弟弟。有啊，是吗？因为它没进去，没进去，就是表皮有点味道。嗯，我这样啊，把它这个酱啊，本来上酱，把我这酱再往上淋点。对，不是，你就放在盘子上。咋没味儿了？就是你得再淋点酱。我第一次吃这烤面筋啊，这个酱不用烤一下吗？不用烤，不用烤，不用烤，还挺好吃。它就是豆皮做是吧？豆皮儿，豆。这酱是酱是绝对正宗。我不爱吃这种辣的，不辣，这不辣，这个不辣，你试它是香的。苍蝇不行，这给女士们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尝一下，可以，你俩可以尝一下。谢谢，谢谢。尝试一下啦！啊，尝。哎，这是我刚才那半根吧？对，我来那个舔一下。熟了，感觉刚应该少吃一个土豆，吃不动了。哎，吃了好几个。侧坐，哦，侧坐拍不到我。嗯，有味儿啊。可以。好吃。哇，我刚刚真的嘴就没停过。哎，你俩真的可以。嗯，真的烤得很好吃。接下几天你们就负责我们的伙食呗，我们帮你负责别的方面是吗？嗯。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你们心灵上的疏导。看你，我们表演一支 solo 一下 ，solo 一下吧，我们就很舒畅啊。都特意来团的，你去 solo 一下，挺香的。嗯，弟弟说话好难听，弟弟说话好难听。弟弟，你百度错了，应该那不是我。我知道，我说我们仨。啊，对不起。这什么酱啊？感觉有一股那个霉豆，那什么豆腐？我觉得这酱缺个大馒头。哦，腐乳味。哦，腐乳味。没有腐乳。但有一股腐乳。它是就是。用了那个辣豆瓣酱，哎，你们看这屋少了一半了，雪山真好看，是有可能啊。今天我觉得，真的吗？看到半个吧，其实有可能太阳，主要是太阳在哪都不知道，因为它乌云现在太重了。对啊，不过我们一会儿吃着吃着噼里啪啦，跑得来不会吧？嗯，上面这么这个云这么深，这应该怎么烤？那个幺妹儿出来了，幺妹儿出来了，幺妹儿出来了。这后面是幺妹吗？对，就是幺妹，就这里边的是啊，真的被挡住了，是幺妹山。哦，他们还跟我说今天还挺冷的，穿了个秋裤，好热呀。还好我回锅了，好热呀，我白天热死了。哎呀，烤的晚上能冷点，你知道吧？晚上应该冷，一把累的，还有温差。哟，怎么，吃饱了喝足了开始犯困了？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不是就是摆烂吗？哎呀，吃的可真饱啊！你吃的好饱，是这味儿，是这味儿，好吃的。哎，你们平时跟朋友出去也会？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像烧烤出来玩吗？会。嗯，上一次跟朋友这样烧烤出来玩，你坐着了？端午节，你坐会儿呗。端午节，嗯，前两天，前几天。这么多朋友，前两天。但我没有烧烤吧？就是所以出去玩哈。我烧烤没有，就在家院烧烤。啊，对，就在朋友家院里烧烤。嗯。院子里找个院子烧，对，我租的房子没有院，所以说还得出去。嗯，朋友家院烤烧烤。小区里一般都不让烧烤，夏天。那还好，我们小区。你们小区啊？嗯，那我们小区连露营的人都有，真的很厉害。小区有多大？真的很大，小区也有。你这是在炫富啊？好像这两年就对于这种露营这个事儿，大家都很热衷于哈。对啊，很火，因为城市压力太大了。嗯，我们小区都上班也是高楼大厦，回家也是高楼大厦。咱俩不会住一个小区。对，肯定还是需要一些自然。回头看一下，嗯，其实是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喜欢玩。现在一到周六周日的时候，露营多少人？对啊，嗯，天气好的话，而且现在开了很多那些露营类似咖啡店什么的。啊，对对对，还有露营车，嗯，卖咖啡的那种。北京周边也有一些那个可以有住帐篷的地方，很多，有，而且很近，就不回家住。平谷那边，哎，我而且帐篷特别好。我认识一个摄影师，他是直接自己买了那种露营车，嗯，就不住那个正常的小区，就住那个。那他应该需要那个露营车的营地。那个是，就是太阳能的。但是我不懂啊，那洗澡怎么？我没有感受到露营。全部都可以，就跟房车一样。到底在露营里面能感受到什么呢？
这吃喝感受到自然，自然感受到自然，就是你睡到地上。那人家在小区里头也能感受到自然，那小区一样，那可以靠近自然吗？小区里边你就想办法感受到累。小区里边你放眼望去还是高楼，嗯。露营的时候你一出帐篷就是大山，嗯，就北京往北边走不全是吗？露营地儿，就平谷那一片吗？平谷那不是东边吗？嗯，平谷那边就是有一个营地，桃花海那边确实多。现在横店不是也有很多吗？啊，横店有吗？有吗？有啊，很多师傅他自己买了装备，比如说没戏的时候，他们就找仙居那种比较靠河边的，他们就自己还不够热吗？还跑去仙居露营，很真的，很热很热。但我跟你说，横店现在可没北京热，北京-4度。北京现在端午真的是吓死我。还有五一的时候，五一的时候真的，我本来准备去露营嘛，然后我们往营地开的路上，你知道吗？就是马路边上，真的你就看马路边小溪边上开稍微偏一点。边上全是帐篷露营哈，嗯，全是。而且现在就是有人特别喜欢露营这种，有露营的好多装备啊，嗯嗯，就是小杯子，然后特别简易的煮咖啡的，小椅子、小桌子，啊，他们是天幕，就好像现在变成大家新的一个生活方式了，嗯，就变成一种爱好了。逃离其实主要还是为了逃离城市的感觉，没错，嗯，城市待久了会有这种束缚。我昨天一天就特别有这种感受。哦哦，而且我们烧烤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我们在其实，嗯，对，我们这是民宿，是一个安全，它是允许烧烤的。但是我们一些旅游朋友来川西还是要注意用火安全，禁止带火机之类的去进去。啊，是，那这个一定对，包括我们去露营的地方都得要注意这个。我们这都是有专业的，嗯，这个是地方专门临时允许的，嗯。现在这里好舒服啊！我发现大家真的很喜欢嗑瓜，真不冷吗？发现从坐下来，这有个火就开始抓着火盆，吃完饭他一般冷才嗑。哦，刚脱了，太热了。给你，你那个右胳膊那好像有油。哦，谢谢。左胳膊，弟弟，你生活中应该是不会属于这样的性格了吧？啥呀？就你生活中性格是这样的吗？啥呀？就现在一样啊？就如果你遇到你熟悉的朋友的时候，会比现在。活泼一些吗？会活泼一些。他现在也很活泼。MBTI 是属于 E 人还是 I 人？啊，对啊，我们聊一下 MBTI 吧。我真忘了，我之前测过，我真忘了。有点冷，给二位女士拿张毯子。太贴心，他们俩冷。是，我看您俩冷的，对。谢谢你冷。然后我不冷。这边是咱们民宿的一个安全生活区哈，但是大家来川西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禁止明火。嗯，好，我听我了，放心吧。好的，这个给它盖上了，盖上了。你太高大了。那我们先聊聊 MBTI。你要坐过去，我真的想这样。我看不到你们。我一跟你说话，我就得这样。MBTI 我真以前测过但我忘了，我是 I， 你是 I 人哈，你是 I 人，嗯，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 I 人，没有啊，啊我啊我是 E， 真的假的？我也是，他是 E， 他肯定是 E。我今天新学到一个词儿，我看别人发朋友圈叫为 I 作 E，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当场的人所有都是爱人的时候，他被迫要成为一个艺人。是是是是，稍微内向一点，会会，对，完全。那我就艺人。嗯，你是？我今天强烈感受到我就是这个为爱作艺的感受。哦，你说你今天应该是为爱作艺了？是什么样的？就是为爱作艺，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偏比较内向的人。嗯，但是在这，所以你为了我们，但在这情况下，你变成了一个外向的人。对，哥哥们，那是哥哥姐姐们，那你那是没跟我待时间长。嗯，我是一个那种意到不行的那种，意到不行的，开放到不行的，开放，活泼，对，我也按今天收敛一点，是不是？哥哥姐姐们太爱了。我是怎么着？我今天刚来的时候，我不敢说太多话，我容易跟我反。现在好点了，好点了，现在好多了。那你 solo 一段吧。我看他确实话多了。怎么着？我来单口相声是吧？哎，今儿在这个川西啊，就是。听不懂，我觉得我都完全你一看就是，你属于那种，你属于我还停留在聊星座的那个，不是你很简单，你有一个新的词叫窝里翼，什么叫窝里翼？就是窝里横的意思，就是你在外边就怂，很怂，但是在遇到特别好、特别熟的朋友，你就是一个特别翼、特别翼的人，就很开心、外向的人，很外向，就啥都能说，这就是你，有朋友的时候会放松一些嘛，对，
你看我太了解你了吧？但我对朱正廷很意外，意外耶！但其实跟我相处很多年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很爱的。你爱啊？嗯，因为我都不出门，你不知道吗？我从来不出门。就是爱也有很多种，嗯，爱里面有分很多类型的。他很爱陈奕奇，我觉得陈奕奇是爱的，是不是？不，我就是他说的那种，就可能熟人，我狮子座。哦，对，我熟人好一点。私底下跟我确实会。会好一些，会放开一些。好一些。我刚开始拍戏的时候，你刚开始拍戏我也不。我们俩都属于爱人，你知道吗？就是互相在猜对方什么心思，但其实在对方没有什么心思。对，我们俩零交流。自从那部戏拍完之后，我们俩才成为朋友。嗯嗯，拍戏的时候其实没有，因为压力特别大。嗯，大家互相都就。主要他压力很大。比较少说话，他每天都是戏，对，就不断。我说的巨多，对吧？但挺好的，嗯，就是。都挺真诚的，我觉得大家都，嗯，都啥星座呀？你猜嘛？你猜嘛？猜，要猜，你猜猜嘛？感受一下，你感问了我还嘿，还要猜？那你出印象嘛？出印象，感受一下。这我还是狮子座，好厉害啊！你好厉害啊！然后，小哥，我想想啊，看你像土象的，我怎么像土象？你看着我，我就想你什么星座？白羊。嗯，火象的吗？白羊的好准，白羊是白羊座吗？对啊。朱正廷什么星座？天秤。对，我是天秤。哦，我猜的好准，真的哇！猜我，你是百度的还是？我没百度，我没百度。猜我。妈呀，弟弟，你这弟弟，我对你不太了解。我今天跟你话说，我想想。弟弟，但是他也很像白羊。弟弟属于火象星座吗？火象，射手，射手，他应该是属于火象。风象，巨蟹，风象，我感觉他像巨蟹。你是风象还是火象？我不说你们猜吧。双子座不是，哦，你们猜真的。水瓶座，我特别双鱼座，我特别不好。双子座都不是，都猜完了。摩羯，摩羯，你摩羯，摩羯，嗯，完全不像摩羯。对，真的完全不像摩羯。哦，好，哎，那其实是这样的，其实今天呢，就是白天那场的时候，就是刚刚。曾仁熙也说觉得我是个 I 人，我觉得我们就现在聊得这么熟了，是不是给大家破一下冰，然后其实还没破冰，就是真正的破冰，然后你要怎么破，给大家准备了礼物。哦 Q 这个啊，来给大家准备了礼物，来整来，你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是吧？我们做游戏嘛，不是做游戏吧？行，我开他玩笑。其实也本来是我跟我讲说给每个人准备，我还本来真的打准备了，准备了，但后来又说不是了。我不是这个没关系，你可以私下给我们，我们今天能先说一下，我的礼物特别没有诚意啊。我的超级有诚意，我的而且是实用型的，我的超级实用，我的也很实用，我的超级实用。你的是不是超级不实用？你是不是没有准备啊？没有我。你的真心想了好久，就是大家在旅途中会觉得是个累赘，不会这样的礼物吧？砖头，我这个吧，我说一个四个字吧，我这是，爱的负担，爱的负担，爱的负担，那是什么？爱的负担，那负担太多了，负担的爱也行。定位，很明确的定位，定位是爱的负担，就是我希望他可以一直陪伴你整个旅程，不会你送了我们什么石头的安全感。不会，都成负担了，怎么可能会是安全让我们走过全程的？平安符，驱蚊液，这都还好，这随对，这都随便就可以带。正廷呢？你正廷呢？你的关键词，你对我的关键词，方向，指南针呢？然后驱虫，你都会一下就猜准了吧？方向，驱虫，方向驱虫，指南针带那个驱蚊液。不是驱虫液，他们的驱虫液的指南针是吗？应该是整块吧。你准备了很多，够了吧？一个小礼包是吧？我感觉对，差不多。他应该是准备了一个随身的那种小礼包。我的关键词是会给你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这跟一定的，你怎么怎么一定的安全？一定的安全感就是安全感嘛，三个字嘛。现金。防狼喷雾。你在这大山里，你拿现金有啥用？拿个带把大砍刀啊！很小巧的，很精致，但又很有安全感。那就是指南针类似的东西呗。水果刀，手机，方便面。好，
方便面没水也不行嘛，还得背锅。这有汤，还得整水。不会是什么压缩饼干之类的吧？要不我们就拿出来整整，怎么了？别吃了，真的吃。我是那个。你也没停。不能停。我会让你们很生气。嗯，对。你会让我们很生气。生气。我的礼物让你们很生气，但是也是很搞笑。你很搞笑，嗯。又，哎，你们这礼物一个又生气。可是待会儿要是不搞笑的话怎么办呢？不搞笑你就生气了。原来如此啊！好好好，结球呢？我真的很实用的，而且包括其实今天我一直有用的。你今天一直有用帽子？不是哦，水杯吧？伞啊？不一就不是一般的水杯，还有一个这两样东西非常的实用，不是一般的水杯，套装二班的套装旅行套装，两个水杯。加热水杯，一个水杯加上另外一个东西，加热棒。那一定是三得利乌龙茶了。水杯里面装的一定是三得利乌龙茶。嗯，差不多，一起嘞。我的也很温暖，就是你随时都可能会用到的。嗯，什么什么？他说很温暖，就是比较温暖。热水袋，暖宝宝。嗯，也很暖脚贴，反正就是很暖，很暖。嗯，暖颈贴，随时都能用。暖手。水差不多吧，可以暖手。好，那我们就玩游戏吧，来吧。好嘞，这游戏很简单啊，嗯，就是1到20，每个人心里面想一个数字，嗯，然后每个人猜这个数字，然后说不对了就说那个范围，就比如说你说16，数字其实就是16，那你就说1到17，对，我轮流猜，对吧？1到17，不是说16的话，我说17，会玩吗？对。不会啊，会玩，好像会玩。20有点太少了，就是慢慢缩小那个范围，就1到100嘛，1到100，就一人想一个数字，反正就说那范畴里边就行。比如说88，然后他说，假如这个，行，我们个笔跟纸呗，手机就可以，或者记在脑子里，记脑子可以随时变，手机就可以。好，谢谢你啊，好吧，你太周到了。那谁先发放礼物啊？你先来吧，我们看看这个累赘到底有多累赘呀。那我先写了，嗯，我兜里没有啊，哎。所以就是猜对我这个数字就得到我的礼物是吗？对，嗯，天哪，我都不想给你们。那万一一个人猜中好几个呢？没有，猜中的那个拿到礼物就可以下去了。那如果我们不想要，是不是就弃权？还不想要？看来你这个你不是说累赘吗？好了，想好了，爱的负担，来吧，正题你先开始。嗯，好，数字1到100，88，88，嗯，1到88，88，就1到88里面猜个数字啊，27。1到27，六。6到27，六。八。8到27，19。8到19，14。8到14，那个差不多。11。8到11，哇塞。9。哎呀！恭喜你！恭喜你！天哪，我给你我的礼物了！什么礼物？什么礼物？天，你闭上眼睛，你闭上眼睛。我转过去，你叫醒我行不行？不会是一个拥抱吧？哎，你的礼物都放哪了呀？啊，放那边了。嗯。哦。没看到啊？没看到。哇。嗯，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几天一定要天天随身携带哦。就我希望它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东西，一定要随身携带。希望这几天一直陪伴你走一下，不管是你每天白天觉得冷了、热了，还是后背发凉、走半心烦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它陪着你。一定啊，偶尔后背发凉。哇，这个真的。可以。怎么样？这个棒的塑料确实太开心了。对啊，这个我想了好久。嗯。可以可以，是吧？就抱着他，你看很暖的，就一直抱着他，你看对吧？可以，看你这孩子，可以。对，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玩，这挺好玩的，挺好的，挺好。我明天也要见到他。嗯。这个什么意思？这个笑。见到，必须见到。行。然后你的礼物啊，该你参与了。嗯，我好，我的礼物很贱，我不让你写吧，弟弟。对，正好到他这样，这样。你怎么还摘下来？不能摘下来。非要背着他到结束。有点锁脖，是不是？反正有点缺氧，你知道吗？有点锁脖，那我写一个啊。嗯，你写一个。1到100是吧？对。哎呦我的妈呀！有点凉飕飕。1到100。是有点凉飕飕哈。这有盆。你要毯子？你要不要来？哎，这有毯子。好了，还有一个，你们要吗？从你先开始。还好。有点锁脖。哦。多少到多少？1到100呀。啊，就一到50。50到100。我想吃这个。对。51。51到100。60。60到100。66。
六十六到一百。六十九。六十九到一百，怎么回事？八十八。八十六十九到八十八。六十九到八十八。啊？六十九到八十八。八十七。多少？八十七。六十九到八十七。七十。七十到八十七。七十六。七十到七十六。七十五。七十到七十五。七十三。七十三，你的。OK， 正经中了七十三。啊，我礼物得的巨差呀、啊，都不好意思说。啊，没事儿，没事儿，主要是一份主要在漂亮话，你得好好去解释你为什么送这东西。我这东西解释不好，你把漂亮话说出来就行了。嗯，你看我一会儿我的也是就是纯靠漂亮话去。他写了一封信，我的妈呀，要读出来啊！你写了封信啊？写了封信吗？你写了封信，我可能就是这是贺卡笔记本吗？这里面呢，我先把这个狗先放下。哎，好，这是个贺卡，你抱着吧，不是贺卡，抱着会暖和一点。我这里面呢，空气清新剂是钱，啊，真的钱，真的是钱。你看，画的钱，画的钱，怎么可能画钱呢、啊？这么 low、哎。咱们就说你这个就是绳子，就是能不能就用烧画？就是以前卖苹果绑的。这什么东西啊？开玩笑，很好奇啊。做很钱包啊，钱包，自己做了一个钱包啊，你自己做了个钱包？对啊，自己手做的，手做，我自己手绘了一张银行卡送给你了。哎，很贴，你这张有意思，有意思，张家的银行卡，哎。这是赊账人情是吧？不是，就是你这银行卡，你看着有点怕。我说实话，是这样，是不是有二维码在上面？没有，那个我当时在初心呢，就是说， okay. 我觉得我就听你们说感到，没有没有。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很有心，就是吧，这还是打印出来的，钱包是很有心。这个吧，我觉得印出来，弟弟、这个、你得有一个那个说法。就比如说，你得好好圆。比如说，你说这几天，那个郑婷可以任意的使用你，不使用你不好，不用这个词。就是欠，就我们到某个地方，你使用这张卡，让他来请客就完了。对，好吧。你可以请大家吃饭啊。不是，我给你们解释下这张卡是什么。就是我想告诫，就是所有人，就是要有一个存钱的习惯。然后也做了个钱包，做了个银行卡，所以呢，你就可以往这张银行卡里存钱。那个怎么存呢？你给我转账就行了，但取不出来。您快坐下吧，您快坐下吧。我觉得是，那这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就刚才那提议最好，就我们录制期间，你随时拿出银行卡，然后就让他请客，我们任意可以随便买单了，可以消费一下。今天老板找他结账，我们这今天就用啊。还有机会，我跟你讲，还有机会，行，这个还行，谢谢。OK， 我们是任意消费一次，嗯，好有创意。那你的礼物送完了，你的礼物送完了，报上吧，可以。那。你的礼物哦，到我了，上你吧。哎，纸在这哦，笔在我兜里。哥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放口袋。来，说实话，我刚刚看到你，真的慌了一下。写字吗？哥哥，你不知道吗？我干吗？姐妹，你看我是家里仙人，我又给你考，不是这一个，这真的，我自己画的。哦，我知道，我也没想到他用纸这种材质做出来，我以为是卡片那种，我也以为是卡片，你知道吗？我看到是纸片的时候，没事。印我大名呢，没事。印了印，八字用。嗯，没事。每个人写下的数字，我看，这会展示啊。这谁的 ？That's not mine。十三。哎，我的九呢，弟弟？九他扔了。九呢？我好了。我写到兜里呢。嗯。你这说是六位。我先。那就六十六吧。我原来没说几到几呢。就一到一到一百嘛。一到一百。六十六。六十六到一百。六十七。六十七到一百，我抽不了啊！啊，对，六十七到一百，不是你说吗？我抽不了，这不已经有礼物了吗？可以再来一次，不能再来，不能再来一次。八十二，八十二到一百，九十九，八十二到九十九，九十嘛，八十二到九十，二十三，八十三到九十，八十五，八十五到九十，八十六，八十六到九十。肯定是八十八了，他八十八。因为刚刚老说八十八，我本来不知道说啥，我刚刚说。因为我刚才想了一下，有些人要是猜不对那个数字，不是没有礼物吗？好可怜。不会，什么意思？不会，每个人都有吧？哇，他礼物好精致啊！哇，是糕点吗？说着说着又饿了呢。有种哦，这是节目组帮忙包了的是吧？这个是哇，这么多，这么多，是每个人一份。一套还是拿这么多？组合吗？天哪，太棒！我要现场拆吗？你随便拆，现场拆给我们看看呀，拆一下嘛。哎，为什么我就包苹果那种袋包的？我这也是包苹果，这不是。他这个是一个剔牙的
超大牙线，没有指南针。OK，、哦、是个指南针的项链。哇塞，这个好好，这个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哇、哦，好精致啊！对啊，能看看吗 ？OK， 这个好。完了，完了，完了。厉害，厉害，厉害！好看，好看，好看。这是个项链。嗯，怎么了？怎么了？为啥呀？他给我送一个火山，这个很有用啊，是不是很有用？这个肯定很开心，可太有用了。对啊，肯定很有用。我跟你说，我喝过这个，喝醉过。啊，这还喝醉？就你中暑然后一直喝是吧？喝醉过。那我这过敏。嗯，行。嗯，很贴心的。这是啥？蚊香。这是啥？蚊香。是蚊香。这个也好好用啊。今天晚上蚊香真好用哎！其实我们这两个猜的比较对啊，一个蚊香，一个指南针嘛。指南针猜的很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大件儿。嗯，大件儿。郑宁真的很贴心，他可能知道我今晚上在外面住吧，搭帐篷了。去使用准备的。哎，帐篷好啊，帐篷够帐篷。我们猜一下是什么呢？你要不要猜一下？是什么？其实我刚才有考虑到。哎，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啊，你有点糊弄人了，这没有。这个就是电热蚊香液，这个是在房间用吗？你解释一下吧，你为什么？这个是如果我们露营的时候就可以用吗？好，这个是在房间用吗？这个呢？啊，你这个是怕你怕我气晕了是吧？高反，高反，行，别，这是套餐是吧？嗯，套餐，这是我了，一个套餐，行，对，这你昨晚买的，到这买的吧。是不是都忘了？你不觉得这个很精致吗？这个不喜欢，这个挑了很久。还有四个人没有礼物。这个这仨像凑数了。其实我本来想准备，他们都有了。哦，对对对，三个没有礼物。好，没事，可以接受。嗯 ，OK， 那我那不该我写，有一个人自己拿自己的。那肖你写吧。有一个人自己拿自己的礼物啊？不会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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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会猜的。可能啊，自己的礼物也很浪漫。好，来吧，我想看吧。有人和这互相气可不见了。留着明天。我本来开始是你到一百珍珠，那就只有我们三个菜。你私底下给我吧。你私底下给我就行。没关系，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七十八，看见了啊？没看到？没有啊。七十八的，一到七十八。七十七，一到七十七。哎，我有了，对吧？25，哦对对，就是我已经放到口袋里了，对不起对不起，18到25，嗯，20到25，21，哎刚才多少来着？21到25，21到25，嗯，23，恭喜你，真的真的23，嗯，来吧。发礼物谁？我也穷，是什么？哦，你背在包里的。对。要说实话，这电影高仿。哇，你现在就是仙气飘飘。嗯，有奇怪，你俩这个仙气飘飘，怎么回事？不行，到这儿来，让老板撤一下。他烧了那个，大家撤一下。什么东西呢？谁把纸放里面了？一个很有安全感，我觉得扔在这不太好，就是把它就是变成燃料。有安全感的东西是什么？好好奇啊！我也好好奇，就是他把包送给你了。不好意思啊，在这里。我这啥呀？这啥啊？呀，天哪，都好精致啊！嗯，我拆开喽。拆什么？肥皂。肥皂。大小，看来这大小。对，我也觉得像。是吧？香皂之类的，那应该不是很有安全感。瑞士军刀。对，他说很有安全感。瑞士军刀，有安全感。然后这个大小，这玩意儿，这个大小怎么没有安全感？嗯，是什么？耳机、耳返啊？U盘啊？硬盘？这是个啥玩意儿？这是，哎，这啥？啥呀？哨啊？不是，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这个。户外用的小手电哦，手电好哦，这个哎，那这个很好，然后可以练在钥匙上，可以装到包里的。有的时候你去户外的时候不用特别，比如说你出去，比如说特别黑的地方，这个好好，对，上洗手间，而且它会很亮。对，在横店拍戏好实用，也会很哦，很亮哎。对，就你可以装在自己的钱包里啊，或者手包里啊。它得一直按着是吧？对，嗯，哦，很亮很亮，可以，很好很好，喜欢，嗯。哇，确实很包装很高大气，对，高大上的。我还以为是什么耳机之类的，这很像耳返。对，
那就是你们俩，我们俩送了。哎，我们俩互送啊？不是不是，哎、不是是我俩呢？对，你们俩，你们俩我俩了，你们俩互送，我们俩只能互送了，不用猜了。他没有礼物了，是你送我。然后杰生啊，对对对，你哎、不对啊，对呀、啊，杰生礼物没送出去吧？对，我现在我写呀，是你写我哪擦？你俩擦？对对对，我写。嗯。然后最后玉琪拿了自己的礼物。啊，对啊，有可能。不太可能啊。哎，有可能、哎，有可能，有可能。那、哎、你最好，你这个最好直接给他就好了。这个机器没有没有没可能、哎。有可能，有可能已经烂了。谁猜到了就是？对啊，这样有可能，我就说有可能。那看一下，是应该他写，就拿起来了。那其实就用它拿起来了。你给我，嗯，你给他，对，这就好了，对吧？哦，是吗？只能这样，啊、要不然的话，啊对啊，要不然你给我的话、啊，他就只能自己送自己。是是是，接收礼物，直接开收。我们礼物嘞？我的在这儿啊，我去拿。那我先送。湿巾拿过来，湿巾，给你。哇，这么大！哇，我你是这么大，哇，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蛮实用的。这是一个很温暖的礼物。哦，我看一下这个大小啊。但是温暖，不知道你这水大吧？特别的有安全感，很保暖。差不多吧，对吧？反正都是灌水。我其实现在没有安全感，我只要放下去，它会坐我脖。坐我脖，我就会有点。希望他晚上也坐你的脖。这啥呀？这壶吗？不像啥，热水壶啊，加热水壶。哎，这个好，这好用哎。嗯，加热的那种水壶，对，可以烧水。烧水方便一点，怎么跟我的一样啊？啊，你们俩一模一样。不是，就是我不是这个牌子的，我直接给你吧，你来拆。直接可以。嗯，哎，为什么你这个还有一个？我可以直接烧水，烧水壶。我的也是。便携烧水壶。嗯。这个超好。我今天跟节目组说我要送水壶，我说不要送水壶，不要送水壶。哎，太多了是吗？太多了，给我一箱送一个水壶。客气。这样。哎，为什么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我今天已经用过的东西，啊，非常的实用。这是啥呀？毛毯。毛毯，这么小的毛毯，很适合你。我累呀，连房产送你多。这是什么？你打开。哦，护脖是吗？就是我今天戴的那个护脖。啊，这个护脖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护脖。你今天刚来的时候，我给你几斤？你知道这个就是你非常的小，比那种护顶枕要方便的多，会很方便睡觉。不是，它就是上飞机或者你在车上，因为我们这几天对你就不会这样晃来晃去。有点像那个，对，所以他今天一上来真的特别好，然后他一上车然后就这样，不是真的特好用，推荐给你们，而且很便宜。看你水壶怎么样？就是它非常的实用。水壶就是我今天用的水壶，挺好。这应该是买的白色。啊，这不带加热功能，就加热的。你是加热的？就是插电的，插电的。我也想送加热水壶，这就很方便。对，就是它有45度、55度，还有100度这样。哦，能组配吧？是吗？一动不动这样吃的呢？你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非常实用。嗯，谢谢。是你受伤了？就想睡觉。来吧。睡觉是。那个真的，闭着眼睛怎么化妆？我还有，闭着眼睛就化啊，这是差不多一样，只不过这个你准备两份，没有那么好看。哎，每人一份，一人一个。哇，天哪，天哪，谢谢，天哪，大哥就是大哥，大哥就是大哥，大哥就是不一样。不愧是年纪大，想到周到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对对对，谢谢。就晚上下个楼啊都可以用。嗯，而且很亮。窗没拆开。好，拆开。好了，礼物交，哎，礼物送完了。老板，问老板。老板，我们这都等这么久了，还有机会看那个日照金山吗？我们还能看到金山吗？我上一句话没了。因为现在正值雨季嘛，然后看日照金山的概率不是特别大。哦。但现在大家已经很幸运，妖媚峰已经露出来头了。嗯。对，但前段时间。咱们有客人看到日照金山，我想问一下，现在是算太阳下山了没有？还不算，还不算，对，就还有很多机会，因为夏天白天比较长嘛。然后现在这个云的话比较厚，所以看日照金山几乎没有可能，因为云层很厚，它通过那个光照到雪山上面才会看到那个日照金山。嗯，但是为了不让大家有遗憾，咱们客人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日照金山的模型，我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还有日照金山模型？对，就像是内部吗？卖房前面那种模型。等一下，等我先照一下金山吧。就这样，手电筒来了，我先照一下。照一下吧，咱们也照一下。能照到吗？小太阳了，照不到，就是
个礼物太大了，精神不够，快笑了，我拆了，看看我拆掉，厉害吧？来来来，我来拆掉，拆掉，来吧，意思一下，最起码给我照一下镜像吧。这是我们要自己做一个精神，大家看一下，它是转的，那个插电的，别忘了，全放进去。把它有几档调节，我要去照一下精神。哦，你说你这样照，也相当于给陈三打招呼。哎，他回应我了。哎，他能回应你？啊，不是，那是车灯。不是，刚刚那里有一个灯亮。哎，你快出来让我看看吧。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效果。看不见，那个看不掉。盖儿没开吧？就那个是在日照金山的时候看近距离的日照金山比较漂亮，因为现在都是云嘛。哦，好亮啊！但雪山都比较蓝。我怎么每一次参加看一下云都会有人说我手电筒？是吗？哦，上一次雅丽姐，真的很好用。哦，这个是充电的。我平时也喜欢，能看到吗？啊！我自己这次来就带了个。我带，我给你调一下。手电筒就瓦数，我给你调一下。亮，你是怕晚上对吧？照一片都能照亮。这是调教专业户外。那他所以你睡觉是开灯睡觉吗？调教具这是啥？对，那你懂了。调教具的，你看，马上我给你调。如果这次有机会的，看吧。OK， 正经。OK， 我懂了，我懂了。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我都还没消化完。你在干啥呢？你看日照金云。等一下，这有点难看，这个有点难对焦。这个怎么挂呀？哦，它有绳，哦，这有绳。要不我们去看看那模型吧，怎么样？对，模型我也觉得。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模型。好，Let's go， 走吧。那我们要从这儿离开了吗？我们要背包吗？先不吧，先不吧，我们一会儿再过来收拾吧，把东西。哎，我这个东西。喂喂，哇，走了走了走了，兄弟们，走了。小心一点，这边有。走喽。走吧走吧。谢谢。先搁在这。这个台阶有点。哈气，哈气，哎呀，乖乖。叫什么豆子？哈气，哈豆子哇！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它咬我啊！咬你了？抽抽抽抽抽，咬，真咬了吧？没破，应该没事，没划破吧？臭狗，闹着玩。他嘴里含了个啥？石头。应该是咱们民宿的一个大厅合伙。搞破。没破是吧？烤一下火吧。没破就是他吗？明天周老师就开始口吐白沫。这是个蛋糕吗？然后就要咬别人。是不是没有了？这种狗一般没有，不可以吃。不会的，家养的一般不会。老师在养的度的吧？乳胶。开玩笑啦。乳胶跟。没事儿。日照金山。大家这边点儿。有点了，拿酒精擦一下。它是一个火炭，可以烤火，因为外边挺冷的。怎么样才能烤好？疼不疼？有一点点。日照金山一下。它是不是嘴里的那个石头？不是，它是牙，它是牙，牙牙咬住了，咬了，被咬了。狗子咬的吗？咬啊，而虫是咬，虫咬的，狗咬的，狗咬一下，然后划了一下，浇点这个，拿个纸，没事，咱们的狗拿灯一看，狗才做驱虫，说的没错。大家知道金山有没有黄灯啊？你把灯拿一个黄色的纸，对，这边是咱们客人前段时间根据日照金山做的一个模型，现在还。这边还没有，还没有。自己能 DIY 吗？还没做。可以的，待会儿就是你们的 DIY 时间。哦，没事，你坐那儿，我坐上，我坐好。我就坐。这熊被狗咬了。这边去。没事。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没破。臭狗，快看，这是蛋糕。啊！大家想看日照金山吗？来吧，来。那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已经做好了是吗？我来模拟一下日照金山的原理。哦，对，就是在夕阳的时候，太阳的角度比较低，所以刚好打在那个雪山上面，就形成日照金山。对，因为咱们现在是雨季嘛，一到春冬的时候，天气比较干，是我们这边的干季，所以的话就会天气晴朗，就可以打出日照金山的效果。真好。对，大概这样。没看到。对，根据太阳的不同风位位置可以看不同的日照金山。最后就是妖媚峰，最后才会褪去金光。是的。但那你给我们看那个照片真的好漂亮。是的。大家看到日照金山的这个机会是不知道吗？这是白光。我这是几率的话，在秋天和春天还有冬天，它的概率基本上是一个星期看两三次都会出现。
对，所以夏天最少真的是很难。对，夏天很难，因为夏天第一是云层比较厚，第二的话是因为雨季下雨是。行吧，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看成日照金山是个遗憾，但我觉得我们可以 DIY 一下。对，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准备的材料，我估计看大家谁有学过美工吗？没有。有啊，郑婷。那刚好，这个对于你来说应该小菜一碟。对，他对来说他特别爱干这种事。咱们这边准备的材料，您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 DIY。OK 啊，交给郑婷了。啊，行，你画着吧。接下来就是你的。你需要我们给你打配合，都给你打配合。我太棒了，我可以只动嘴吗？大家懂，没有开玩笑，来吧。其实俺学过。啊，那你上吧，你上、嗯、来，但是 C 位让给你，但是它这个底下是绿的嘞，这是咱们的材料，这是石膏粉，然后这是，我是真是完全和一些，哎，我只画过二 D 的，没画过三 D 的呀，这个就交给你们，应该小菜一碟吧，油画怎么画呀？那个哦，你们这是底是，它是锡纸，它是锡纸，是这样的，大概是用锡纸捏出一个雪山的一个形状，明白？然后呢，我们调这个颜色和石膏粉，然后再加一些白乳胶。混合在一块铺上去，丙烯，然后就跟喂料似的，然后把它搅成糊状的样子，然后再把它涂在那个锡纸的一个模型上面。那我们大家再根据颜料调。那我们是要全都重做吗？可以做一个自己心中的日照金山。可以啊，来吧，那我们直接拿做一个喽，迫不及待，期待大家的作品。来整，在哪里整？就在这整是吗？是在这整吗？就在这边，就在这是吗？那整呗。准备，那准备，来，我们速度整起来。开始吧。这个只是一个参照，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日照金山。我们一人做一个，每个人做一个，一个人做一个，齐心协力做一个，我们一起做一个吧。我们不做这个，啊，我以为是涂色呢。我们从零开始是吗？对。哦。我还以为我们就染色的呢。我也是这样想的。来吧。先给底压实。你是不是有点废？没有，先做那个简单下面那个锡纸，但是它会垮。对，给它就是这样，再来一个，来三坨坨就好。但是它怎么连在一起呢？它这个是一整坨吧？就是平时烧烤的时候拿这个窝嘛，窝一个方形就行。我是馒头。哦，还在烤呢。你要么去看一眼。也馒头啊。它主要帮边上窝一下，就是怕那个丙烯一会儿。我们的山是不是有点扁？我们的山不是，这是放底下的。我们上面还要再放一层。这是不是有点长啊？所以佳悦，你小时候学过美术？对，我学过。我只要素描。做完了，他的专业美术了。他的山，银山。山在这儿呢。金山银山，没事，直接窝吧。这是啥玩意儿？您介绍一下吗？它的底。这是金鸡。其实锡纸的话，它有没有底都差不多。它但是那个沉呢，感觉不够尖。也还好。是啊，没事，你就往上再多印几层不就好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那种随意一点，印上去以后一人抓一下，一人抓一下，一人抓一下，就是一人抓一个小信封一样的东西，就变成我们一起去做了。也可以，我觉得对不对？我觉得再铺一张，再铺两张，就平铺上去。然后我们先别。就平铺上去就好。对对对，好，先不捏它。然后再铺一张，好吧。然后我们就每个人捏一把。好，捏出一个样子来。你先来捏一把。啊，捏。山大了。拯救一下。你把我们前面这一下全都白捏了。好不好？我来拯救一下，拯救一下，拯救一下。加上美术好，你最后以美术生的专业来，我们最后。那我不是学雕塑的。加吧，我开始调配了啊。这其实有现成的。你等一下，我们还没捏完呢。行，对不起。现成，直接往上浇。妹妹来捏一下。你，哈哈，我们这山，我好不容易把捏清了，你又把它。是一个山的样子。没关系，上上颜色它就像了。看他们有来弄一下，来高高调一下。旁边有我的，对，应该这样弄。旁边应该都有一些地方。你
上面得再尖尖一点。中间这个可能有点太实了，对，没有空隙了。做点纹理出来不就完了吗？嗯。哇，你好厉害啊！这一般人想不到，做纹理这个什么还盖起来了，不能再盖了。嗯，这这个算太丑了。没事，拉一拉就好。你这是避雷针吗？我们做的是山峰，不是大厦。家人们，你要真这么做的话，我这样就可以了。难题交给你了，这样就行。两座，对，两座，这样就行了。好了，加油。雷峰塔吗？别捏紧，我感觉捏紧了就。这边再来一个小山峰。对，差不多，可以。可以补血了，我觉得。这也太猛了。来上颜色。不是就上了。哎，不是吗？不铺血。行，上。每人来自己。又每人来了，大家一起弄嘛。这是，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冰激凌哎。在，在富贵贼。天。你来涂，我来浇，好吧？大家来涂，我就往上，这个好吧？这是那个橡胶哦，这样吗？对，这样呀。那为什么不用那个盐还是什么直接撒呢？那个是最后的吧？你看，那是最后撒的像血一样。但其实啊，底下是不是白的？底下应该是蓝色，也不是蓝，是绿的呀。它不是深绿吗？深绿加褐。对啊，是绿的呀。那你调一个颜色吧。那我调一个，调一个，我们来把它上色。调一个吧。哎，好像有点意思啊。嗯，差不多。上我们这个山峰会，我们就纯血栓。血栓。血栓。脑血栓。脑血栓。咱就做了脑血栓。这么矮的山也有血吗？这个怎么办？来，这样浇一下吧。待会儿撒一层就好了。别忘土包嘛。哇，这颜料怎么干了呀？你看，是让它自然走，你就全倒下去，我抹火就好了，对吧？我是，那个鹤的山就在这儿，这个小的，这上面应该没雪。嗯，你们笑什么？笑什么？嗯，不知道。我跟他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你要说吗？就可以播吗？发生什么了？嗯，瞬息。嗯，咋了？瞬息。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救命，没事，差不多，上绿色了。我觉得还行哎，感觉可以。这是啥颜料？丙烯啊？对，丙烯。那这个等会儿再加点石英砂吧。白乳胶创作灵感就来自于那白乳胶是哪个步骤啊？白乳胶是水当当的时光粉之后，白乳胶。所以那是石膏粉是吗？我们先上完这个，然后上完这个泥以后，然后上石膏粉。对，其实顺序没有要求啊，没有要求啊，和成糊状就行。嗨，就开心就好，反正最后就让它成这样就行。就是让它看出来是做山子的。来吧，照一下吧。嗯，照一下吧。啊，他现在就照。什么都没有，你照什么？试一下吧。差不多，可以。这是秋天的颜色，现在太稀了。嗯，就那边低的山峰，你整一整。高的山已经接近了。哎，小林，做的有，它就是有蓝色。那么，我来，我上头了，不，我上发了。哎，你稍微冷静一点，我觉得你这里面加点水好不好？好，来，好，够。这俩不在一个季节。怎么还糊掉呢？我先说，它就有那是那儿糊了，哎，山倒了，没事。哎，你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这个小家伙？不够，还行。那是加乳胶漆。OK， 可以了。雨晴，来试试。是不是还要加白乳胶啊？这个。白乳胶是吧？几点？这山峰都定不住。手工白胶。嗯。那我们拿胶给好了吧？粘一下。够了，多加乳胶是吗？好了，这你确定啊？我可以，没事，试一下。白应该可以了。我们的创作灵感是开心快乐。先把这个山给缠起来。这个挤不起来。希望大家看到这座山的时候就能想到。开了吗？充满艺术。嗯。好看。好。要不把它打匀一点。能粘上吗？可以。试一下。
来，怎么颜色不太对？这是色儿，没事，就你要不再加点土啊？没事，有点太淡了。没事没事，不报没事，往上往上抹，对，往上抹，这些色儿对。啥玩意儿？这颜色，你这。这素啊，有点像，就是刚刚那颜色，我觉得就挺好的。这是色啊？你刚这有点就像身体不太好。我没关系，我们重归不晚。秋季了，秋季了。天哪！你这个树融化了。不要欺负我们的小山峰。感觉像是抹茶巧克力融化了。抹茶巧克力。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那既然这样了，就再抽象一点，再来点别的颜色吧。来点红色是吧？天哪！这个真的像融化了的抹茶冰激凌，我觉得可以翠绿，这个这个也对，它这颜色太暗了，这可能是没有光的。这种应该怎么玩？怎么玩？哎，算了算了，哎，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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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古装拍多了吧？冷静，没事，给我张纸。嗯，没纸，没纸，我包了，没纸就算了。啊，这这这，哦哦，有有有 ，OK， 谢谢。不是特别的。美观啊！哇，真的好像抹茶冰沙呀！树就这样，没事的。我赔你条裤子行吗？不用，不要，这下次都是你净不用不用，这有啥？老师，嗯，你看看我们做的，特别艺术，特别艺术。哎，老师都走了，老师气跑了。然后说做的很好，下次别再来了。这扇怎么还动了？这扇没有。这什么扇？这是暗扇。我们在稳定，那个是旁边的杂草。几点白胶？这个天哪！白胶，这是什么？白胶，这是胶。哦，这是胶啊！嗯，来，好，粘一下。可以可以。朱振廷，嗯，我们本来做的很好看的。你在干什么？我干什么了？你看看你现在弄的。啊，这是我刚这跟我们原本的设想是很大的差别。没关系，还有纸，要么你再、哎。我觉得那个蓝色可不可以再来一点？怎么上面还有绿的？啊，绿的就绿的是平原，我们这是高原了。好，高原是。OK， 照一下吧，我们。哎，咱能精细一下再照吗？哎，不撒不撒那个吗？哦，对，还得撒那个呢。啊，最后剩啥？所以颜色定好了吗？就差不多还能怎么着？还能咋办呢？这个他已经就是到此为止。秋叶，哎，你其实可以弄，你确定吗？黄色。我给大家就是点睛之笔。为什么加黄色？我不需要灯，就是一个日照精神。哦，有想法。要点水。啊，我们最后两分钟好不好？我们最后两分钟好不好？我应该早点珍惜这最后两分钟。行。哎，别整个弄！别，我觉得可以直接撒那个了。我也觉得，要么就直接撒。你还得整一块，别弄了，你弄完以后弄的都完全没法恢复了，都。来吧，撒一把吧。让他吧，让他吧，这个都毕竟他的节奏。哎呦呀呀！天哪！来，翠绿来，这个好笑。你特别像在撒盐。哎，你这样撒呀？这也太翠绿了。我跟你说，你为什么瞧出的颜色就？怎么了？你这具有专业性。嗯，是的。我们的小山峰。天上这还是点睛之笔，有这个就其他都不用了，就够了。哦哦，真的是一下就画在上面。天哪，把那个绿色全部遮掉，来的嘛。哎，我的手电筒哦，在这儿。翠绿白了，给你们照，可以照一下，照一下。我的手电筒也带了。要黄灯，要黄本。黄灯不行，就翠绿白了。对，翠绿别墅还真有点感觉。哎，别墅这还行，还行，行了，有点香味，差不多吧。你就像给他来两下啊，你就像腐乳发霉了。是不是？我要是红的呢？张佳韵，你真的是有你学过美术吗？学过呀，我刚刚已经悄悄的说过。哎，但我觉得是哎，你看，其实我们还差一个山峰，就变成四姑娘了。我们做没有没有，在这儿，哥，倒了。那咱把它立起来，好不好？我们这给他创一个名字叫摆烂山吧。嗯，是真的挺摆烂。OK， 我们照一下吧，老师把你的灯拿过来一下呗。嗯，来吧，我们完成了。不行，我一扭头回去看了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感觉。大家做的很生动啊，平原都做出来了。对，行，估计大家现在的效果不太明显。呀呀呀，咱们看一下那个，没事，用黄光。别了，别了，一下。好。哦，看到了。哇哇哇！天哪，老酷了。就是这样。
很美吧？老师这边也给我们照一下呗。好的，给你这边一个角度。给我们，跟我看一下，给大家看一眼。所以日照金山不是谁都可以看的。哦，天哪，天哪，天哪，真的好看，真的好好看啊！感动。灯一来，感觉不一样。哎，我们就徒手捏山啊！天哪，好的，我们跟日照金山合个影吧。你把它端起来，你把它端起来。我觉得别，真的可以端起来。这一番，我跟你说。我们合张影，牵着，对，都得牵着。没事，拖个底儿，翻不了一点，没事。对，这样，来。所以其实看得见日照金山的都要许愿，嗯，杰成都是最幸运的孩子。杰成，你给那个直播面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灵感来源。我们的灵感来源，我们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你就代表大家说一下，说一下。你就总结发言。我们这个灵感呢，来源于真正的这个日照金山。今天非常的可惜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凭空想象，做了一个日照金山。但是呢，它现在可能有点像冰淇淋山，香蕉抹茶冰淇淋山，汉弗鲁。但是刚刚我们看到了，非常的震撼啊！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感同身受。对，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山之后，可以在这个面前许个愿。我们现在就真的会实现吗？真的会，当然会啊！我觉得对这个就是许下去，可能这个愿望这辈子都不会实现。不行，你许一下，许一下吧，来吧，许愿吧。我们自己许愿是吗？我们自己许愿，就现在大家一起来把它放中间。我希望我们这一趟，快把那雷山放中间。小心，平安。好的，来吧，许愿吧，说点别的。好，大家跟我们快许吧。那个直播面前朋友们都可以许一下，一起许愿。这酒，可以，交上了。我许完了。我许的愿是希望下次来就可以看一次真正的日照金山。哎，你也是许这个？你别说，你还是别说。不能说。我妹说呀。你还是别说。不能说。我妹说呀。行，挺好的。可以。这不比原来兴奋多了。那吃了呗。你先来，哥。确实有点恶心，这看着。这是你调的，其实是有灵感来源的。今天这一路上全是绿油油的嘛？对啊。但是我们把中间那个忘了，就直接 copy 了那个，所以其实是我们看到的景象。而且比它还多，那个色彩还多。对，对啊、其实那个绿色的跟我们其实差太多，其实说实话差不多。选下那个麻辣，说实话还不如让我们画。但是好可惜哦，真的看不到这个日照金山，真的是。不是，他就感觉已经太阳下山了。太阳肯定天要差不多了，天都要黑了。还有要说什么吗？感谢不负时光的好茶三得利乌龙茶独家冠名搜狐视频属于我们的夏天，感谢 The North Face 北面户外装备支持，出行伙伴高阶智能广汽丰田威兰达对搜狐视频川西徒步活动的大力支持。